新闻继续来看，是嘉义市政府配合的组织改造的计划，将财政处和税务局合并改制，成立的嘉义市政府财政税务局，在二号举行的告别仪式，随即伫咧四楼的大礼堂来举办的局长的报答和宣誓典礼，由市长涂新天亲自主持，新任局长林建宏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宣誓就职，在主计处长彭明辉的监督之下完成的印信交接，场面是简单又个亮。智慧财政、智慧税务，嘉义市政府推动组织改造，整合着财政处和税务局合并改制，成立嘉义市政府财政税务局。然后由嘉义市长涂新泰率领着五位贵宾共同告白。改制了后，首任局长林建宏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宣誓就职，在主计处长方明辉的监督之下完成着应信交接仪式，亲自主持报答典礼的市长涂新泰。闽内新任处长林建宏未来将财政税务结合着智慧科技，后面将会请工更加方便。我相信我们财政税务局就不只是这一排啊，把人弄在一起而已，事实上是一种全新的往前迈进的啊，建构智慧城市里面的智慧税务、智慧财政的一环，不可或缺的。在这里哈，我除了再度恭喜那个林局长以外，也再度感谢我们所有同仁的努力以及助工朋友的帮忙哈啊，祝我们这个税务财政税务局未来非常非常的顺利。那第一项，比如像我们北路高架化已经延宕了28年，那市长的积极争取之下，那本来我们要负担的将近100亿的经费，目前只要负担38.3亿哦。节省了60几亿，这个大概可以做一个湖子内期盼征收的钱，都还超过我们湖子内期盼征收大概55亿左右哈。今日甲办一家二市政府财政税务局，进前已经入行真侪个做一变革，拢是为着掌管着嘉义市的财务调度和税收，对着市政建设所需要的经费提供持续性和稳定性的财源。嘉义市政府强调，整合财政和税务改制成立的财政税务局，不只是名称的改变，更代表着历史的传承和延续，搁有组织功能的扩大。最新新闻，张定顺、王小璇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